覺得悶啊？咁你畫住畫先啦。下一位黃琦，請到二號診室。好啦，唔好畫啦，到我哋啦。请坐，王小姐。嗯。点啊？最近有啲咩唔舒服？都系咁啦。呢句已经变咗我见医生嘅开场白。细个嗰阵，阿妈话我系肠胃炎，多次呕吐症候群，系我五岁嗰阵开始出现。慢慢大个就会成日幻想，一觉瞓醒，原来一切都系假嘅。不过依家呢个病仲未有根治嘅方法。咁希望你盡量避免一啲多痣嘅地方，同埋盡量慢慢適應啦。有需要嘅話，再翻嚟復診啦。请转权并且独立。法国中央政府为公投提供人民力，包括在中医院众多人民共同经济。唉，都咁多年啦，医生成日叫你啊，要慢慢适应。二十岁啦，少少都适应唔到。今天我的 lecture 是講緊文藝復興。咁文藝復興嗰時，中世紀係主導主張係禁欲主義。咩意思呢？就是重視食，輕視遊。咁嗰陣時咧，意大利嘅新興資產階級咧，嗰時咧佢就強調係人民主義，即係話人道主義，同埋又講係人本主義。佢係咩嘢呢？佢反對中世紀嗰陣時咧，係神叫你做嘅嘢，你去先要去做，佢反轉翻嚟。So that's why we call it Florence is the birthplace of Renaissance. Hello, 你做咩嘢？我哋上緊堂，點解你畫畫？Hello, 你今日唔舒服啊？頭先好好地，點解一叫你嘅名即刻衝出嚟？之前同我都有咁嘅説話聲嘅，我都見過好多次。現在社會這麼開明，想不想我介紹社工給你？你是不是有了？喂？喂，耶和華，我想聽呢，有個校長問我比賽事，今日的獎金，不如我們一起參加，你試贏了就可以拿錢。几时噶？大概几时截止啊？哦，下个星期搞作品。吓，下个星期啊？但系我要去老人院探阿爷喎。咁样，唔系我帮佢交咪得咯？跟住你可以去老人院探阿爷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咁交俾你咯喎，份嘢。好啦，唔该晒你，拜拜。这户外比赛冠军得奖。
样，居然是窥牛，不敢相信他的画可以画这么好。咪就系咯，都唔知系咪有黑幕啊，都唔似佢平时画。